要就是直接到我这边，到我手上，让我看见。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以为这是一个什么保整东西。为什么？都来都摆几个 pose 啊！好来，先下去。手势好吗？哎。地下街，这样下面有地下街一样，因为太长。下次有机会。来，再换一个。我在已经。好，接下来等到小花跳完之后呢，再次就要请到另外五位网红们一起上台拍大合照。好，中间。好的 ，OK 吗 ？OK， 好。